这个车要倒下来呀、啊，这么大的坡行不行啊？拉这么多，好家伙，从这里一直倒下来，这往下倒啊，可是考验技术，必须一次到位，倒偏了就走不了了，上上不了，下下不来，有点偏了，伙计。有点偏右了，有点偏了，有点偏了，有点偏右了。坏了，坏了！把车倒偏了，往前走走不了了，往后倒，你说偏了怎么倒啊？这边再倒，你方向轮就掉下去了，就太靠这边了，只能硬着头皮往后倒了。我看这个角度应该差不多，正好，真是差一点儿，知道吗？真是差一点儿，再偏一点儿啊，就彻底完了，就走不了了，动不了了，就。啊，往前走吧。下来了以后啊，还有个弯儿，你看吊车在那儿，从这儿倒过去。以前在这儿卸车啊，好多车啊都是开下来的，能倒下来的这个师傅还是第一个。第一个倒下来的，真是不容易。就后边这个弯儿，我告诉你，它也不好整，知道吧？这个弯儿，别看全都是土，下边全都是土，前面也没空间，这个弯儿它也不好倒。你看这个角度，真是太大了，这角度。好，往前走。哎呀，这工地里边乱七八糟的，你看你放着东西是吧？哪儿啥都有。终于把车顺直了啊！这个师傅啊，我告诉你，这技术非常好，胆量啊，有胆量，这家伙这真不容易。到。好，现在开始干，只能倒下来啊，这搁着车头雕也特别远，就这样吧。